原标题：世界上混得最惨的国家，80%领土被邻国吞并，首都都被一分为二。从二战后，世界整体太平，而且结束了近代弱肉强食的状态。那种通过武力攻占其他国家领土的行为被彻底制止，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领土，除了个别的独立土地外，很少有被吞并的。但是此国堪称地外，为21世纪过得最惨的国家，其全国80%的土地被邻国占领吞并，连首都都被一分为二，堪称悲催到了极点。这个国家就是巴勒斯坦国。本来巴勒斯坦地区住的都是巴勒斯坦人，而1947年联合国在英美的主导下，将巴勒斯坦地区强行分成两个部分，分别成立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领土占比55%，巴勒斯坦国占比45%。当时巴勒斯坦总共是2.7万平方公里面积，大概只有我国海南那么大。以色列占1.4万多，巴勒斯坦占1.2万多。而在分土地的时候，联合国明显偏向以色列。当时位置较好的南部区域和地中海沿岸区域都给了以色列，而且本身是巴勒斯坦的地，以色列还分得更多，巴勒斯坦当然不愿意了。于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始，巴勒斯坦就拉上自己的大哥埃及、约旦、叙利亚等，跟以色列打了几场中东战争，结果每次都打败了。而败一次，巴勒斯坦国就惨一次，领土不断缩小。光是第一次中东战争，巴勒斯坦就失去6200平方公里领土，这相当于联合国分给巴勒斯坦的一半领土了。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，以色列更是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给占了，巴勒斯坦彻底亡了，一寸土地都没了。最后还是在中东国家和美国的斡旋下，以色列用领土换和平，归还了加沙地带一部分，加上约旦河西岸一部分，加起来2000平方公里的领土。也就是说，巴勒斯坦分到的近12000平方公里领土，到现在只剩下2000平方公里，80%以上的都给以色列占了，而且以色列还占了半个耶路撒冷，这可是巴勒斯坦的首都啊。现在耶路撒冷一分为二，西边是以色列首都，东边是巴勒斯坦首都，可谓是被推到了极点。二战后唯一通过战争丧失80%领土的国家，恐怕只有巴勒斯坦了。现在巴勒斯坦国跟100多个国家建交，虽然标注的领土面积有10000多平方公里，实际上就2000平方公里，还不到一个城市的面积。而且因为长期的战争，国家贫困潦倒，人均 GDP 不到1000美元，而且几百万的难民在国外。更加悲催的是，在以色列打压制下，巴勒斯坦虽然有国家，但是却不允许有军队。每次面对以色列的攻击，除了抗议还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啊，遇到个强悍的小邻国也是很悲催。巴勒斯坦简直太可怜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揭秘历史背后真相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